巨蟹手厨我们这样讲过了嘛，哈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讲伊罗斯的部分。哇，想不到带入那么久哎！等一下，好，那这期它就是一个卖武器的手游。非常的好玩哦。但重点哦，我就摆在英雄的部分，好吗？手厨跟你们讲过吗？我得到真无艳了哦！我就知道活动一定有续报的。手厨花木兰啊，哦，这边可以一次游历十次。天哪，还有这样子的，哇塞！好猛哦，夸父呢？太猛了！我想要扣格子。啊，原来可以不用提升增加，是不是？现在是在整，现在是在耍我吗？太棒了！而且我们不用提前增加。闭嘴，闭嘴。OK，那手厨有跟你们分享过吧？有些玩法就是那么简单哦。我操！所以我们的角色这样。然后您可以练你们想要的。天哪，可是人家蓝色哎，要练吗？可是人家蓝色哎，就不知道角色可以干什么。阿娘喂，谁可以直接从这边？阿娘喂，对，我们是被打起呀、啊！啊，你可以交换元宝呢。人可以落来落做啊！你这个菜，跟你讲已经在做啊，你是一直挂，已经在做啊啦！资源，那你可以一键收取啊，那可以掠夺跟升级，有没有？天呐，好耐玩哦！那你们平常就是这样，然后他就 OK 了，对啊。